我一向是黎天王的歌迷啊，从年轻的时候开始，所以黎天王的歌呢我都非常的欣赏。这首《遇见》呢非常非常的入情入理啊，深情演绎，非常的深情的一首歌，献给大家了。遇见，听见冬天的离开，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，我想我等我期待，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。阴天傍晚车窗外，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，向左向右向前看，还要拐几个弯才来。我遇见谁会有这样的对白，我等着人他在多远的未来。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，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。傍晚车窗外，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，向左向右向前看，还要拐几个弯才来。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，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。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，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，我往前飞，飞过一片时间海，我们也曾在爱情受伤害。我看着路门的入口有点窄，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。我往前飞，飞过一片时间海，我们也曾在爱情受伤害。我看着路门的入口有点窄，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。总有一天，我的谜底会解开。